直如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摄尽普贤无边行门，啊，皆门行门，通通都在一句佛号之中啊。所以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佛号功德无与伦比，没有一法能比得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修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报。从哪里修呢？念佛全都修到了。这是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。用这个方法修福，用那个方法修福，跟佛号差远了。啊，如果不是深入经藏，你怎么会晓得？啊，但是这一句佛号要真诚心去念，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了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到佛就圆满了。啊，确实不可思议。